简单的玩意儿都学不会，哇，不认你师弟。这什么简单？你不是和我打一场一比一，输的也不准确才是不？来就来，嘿，耶！看我轻功第一剑，凌波微步。好快的手法！就你那么简单？啊！居然在我穿过他的一瞬间抢走了球！掌柜没用，而且毕竟是手术，球在这里呀，这就是打篮球，要不累、休想！轻功二阶攻银击，脚踩右脚深空大法，蹦得越高，防守范围越广。喂，这个是难攻不攻，我练过这一定会被干爆，可是你防不住我。什么？呀！他的力气啊，你是不是很高？那你身边的还有更高？少得意了，我会让你再进球的。师兄，你再慢慢。什么？轻功最高阶，轻功冒上飞，休想再进球！都快都明白了。输了，是我变强了。你这都能进？